而且嘛，这阿加维比的新闻，人们是加入上个做帮手的嘛，轮嘛这个呢人，该嘛这多都不是加入上个啦，是都不是加伊打个单，那在路嘛这一个个修啊不巴利先，这个哎呀多，哎做是嘛个呢人啊，可用帮手，你讲侬是个人个还是像啊？哎，就他是个大个人，哎，做巴索的嘛，路家路你嘛这个呢人得要苦了个还是？那是个你个么个的马路你嘛这个呢人？我这边微信我在那里过过修，本来多的点个人要把手给嘛个呀，比方说多蛮希望啊，但是个大个人，这个农民都觉得点个人要把手，农这边的，而且家把不容安，农个给不怎么，农个给外个本来多那么啊，给嘛个呀，就老得叫把手哎呀。伊嘛在古鲁古布伊公路总局，佮在做阿加维金石化那肯定，啥都就，而且是加入啥巴索的马路尼嘛在新闻人，嘛个样阿比阿多卡拉卡拉，这个而且伊变为新闻人人，而且屏东客运以及多301、302阿比阿瓦斯马古斯，那个努嘛个在勒吉摩森。像啊，而且跟那咱啊，1999个在做2000啊，掉了那句，比么在进修湖，加了个两下万次，么是讲，而且过了过了八岁，你看么个的马路呢，么在跟那咱，我都说，问你多点个个，么希望比方问，侬们都说，我那么个也的马路呢，么在跟那咱。除目前行驶的高市四里二村外，同时亦将扩大服务本乡旭海、东野、牡丹及石门二村民众。届时，全乡民众都可以预约搭乘，享受幸福巴士的便利。十几万就得盘壮志啊，没有多出，而且巴士多出，比较多西多啊，西南包的。啊，那么个股啊，那比较稳。啊，多出，那么多出去不出门，那是嘛？你就个给不得多，那么个就叫话不容易呢，是嘛？个贵呀，还不是？那是个就公路总局啊，肯定，那边那些车位，一转一转那个么是嘛在慢修啊，巴士。这个那这位人，哎，这边那新房单，个在转慢修，给一转叫巴士的马路那批巴巴。未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两部的新巴士，甚至说缓冲即将在明年初要运行的时候，两乡互相在生活上做个连结，然后构成一个生活区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就提到克里奥巴说，是马洪沃多提西卡达卡人，这个那提卡拉沃达，而且是该叫转努达提西卡达卡人，三那三零奥达都，而且第二人都龙沃根，那么都说完了，马龙沃卡第二人啊，是啥新发展？平地有路平专案，牡丹没有路平专案，坑坑巴巴你转弯你就掉到坑里，所以希望我们公路总局本着幸福的方向，再给我们牡丹乡一个关爱的眼神，看一看，把它回复一下1997。这个就啊，巴士啊，幸福小巴，对嘛？轮你们这边的幸福点难呢？巴士上啊，是等那八卡零啊，多巴士。这个哎，至于公路总局八宝零啊，对，主要是幸福点哪？对，就那么波拉的多八卡零啊，是等在路啊，为点对，就啊，巴士。那么也都说，我那么个样啊，他，我们拉过来的那，对嘛？轮你们这边的人，哎，就啊，巴士啊呀，就跟那听木娘那把的开。